老板，请问一下牛奶放哪？里面冰箱。哦，谢谢。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那么紧张干嘛？你来这么多，你饿了？小华哥没有煮宵夜给你。陈小华才不会管我的死活嘞！我刚洗完澡出来，他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你要喝什么？我请你。不用。一定要啦！你帮了我那么多次哎。那好吧，咖啡。好。你那么晚喝咖啡，不怕睡不着？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一天安稳睡得着过。为什么？反正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，你不想说，就当我没问吧。陌生人，我才是陌生人吧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是在这边长大的。可是回到这里，我却发现，这些都变得很陌生。拜托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苦瓜脸啊？看看我，我老爸老妈把我丢下跑嘞，我好好一个千金大小姐，竟然被债主追。现在莫名其妙跑出一个陈小华来欺负我，我比你还要惨，都没有那么不开心了。没有不开心啊，你看，这不是笑了吗？对啊对啊，笑跟哭一样。你看起来的确是千金大小姐，为什么会被追债？还不是我那个臭老爸，等他处理完债务回来，看我怎么找他算账。你跟你爸的感情很好吗？那当然啊，你跟你爸感情会不好？我没有爸爸。对不起哦，没关系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外地念书啊？刚毕业回来哦。对啊，年纪那么大了还在念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很会哦。你说是就是咯。什么叫做我说是就是啊？这种答案很侮辱人哎。那要是我说你是去坐牢，你也要承认啊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我跟你道歉嘛，对不起。你说我没错，的确刚假释出狱。那你为什么会去坐牢？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？不对啊，看你长得那么斯文，也不太像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经济罪犯，诈欺犯，对不对？
你不要猜了。我是杀人犯。杀人犯？最好是啦，我才不会相信哎，少骗人了。没有必要要骗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。没关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。真的没关系。一般人听到杀人犯就是这个反应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拜托，我才不像一般人那么肤浅嘞。再怎么说，你都帮助过我嘛。像你这么有正义感的人，一定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杀死了该死的坏蛋，对不对？时间好像不早了，我差不多应该要回去了，下次聊。小姐。你东西忘哪？李绮莉，我真的没有怕你，你不要想太多。真的，就这样。什么鬼地方？怎么连杀人犯也有？臭吧！到底什么时候要来接我嘛？最好知道了，你帮我扫，而且这个比较处理好。好，来来来，嘿，谢谢多比，准备进入啊，我徐来，哦，马上，哎，生意不错嘛，报告长官，我这三号运动带开放了，咪咧挂价个，品质好，服务好，信用好，介绍个工作，生意哪歹都奇怪，感谢长官支持。跟你讲过多少遍了，我是客人。不是你的长官，哎呀，那底下一点我没乱叫。好啦好啦，你先跟你讲生笑啦，下班了嘛对不？安尼哦，唔免激情面酒啊，今晚笑面笑面就对啊。来来来，后面吃啥？赶紧。好，来来来，来长官要来啥？翅膀两个，翅膀两个，一杯六，一杯六，鸡腿，鸡腿，怎么没有？
有看到那个牛腱啊？牛腱？哎呀，当然有，不漏呀。好，也拿一些，拿一些，拿牛。那金牛牛啊？好，好。哎，马莎，啊，你按时啊要摆搭，你是啊，要替人挑代志。哎，啊，你敢袂收听？啊，关系啊啦，搁再讲啦，我是咧服务乡里呢，啊，我这个人哦，若食饱上瘾，规身躯该摇啦。你嘛是有块头啊吼，身体爱顾哦，安尼日操也操。哎呦，李生，你个好意思讲我？你看卖啊，伊都啊紧个啦，鸡翅啦、鸡腿啦、马溜啦、牛腱啦，哎，有岁人哦，肉唔通食伤济呢，食鱼食肉嘛都要菜价。来来，汤加青菜，三秘书。哎，唔免啦，唔免，免啦。要要要，加食一挂青菜，血管才袂塌嘞。好啦，阿呢小蛋做卫生啊。起立啊！起立啊！唐伯伯，马赛哥，吃过没有啊？要不要一块吃点？哦，谢谢，我不饿。那不然包点回去吃。真的不用了，我就出来买点东西，而且我妈还在家等我，我怕出来太久她会担心。这样啊？唐伯伯，不然我们改约下次。好，那路上小心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医生，哎，你看恁囝感情哦，这么野煞死掉了。你又在乱说什么啦？什么？我乱说？我咧讲啥？你比我较清楚啦。啊，今即马美管煞因囝回来啊啦，后摆有人通照顾啊，你免阁为了去口罩吼，踮咧吃饭，应该放下啦。你哦，好好做你的生理就好了，管着我才来。你来这才偌久？较早代志哦，唔知影卖何别讲。什么？我唔知，我刚来看就知啊啦。逆上啊，讲就较歹听啦。但人也唔是你台火，也唔是你放的啦。你为了要甲你唔食兄弟尽责任，哎，甲因某咧顾情顾后遐侪年，有够啊啦！你做袂忝，我看较忝嘛。你搁落又袂讲啥啦？好啦好啦，当作我无讲个哈。我甘愿去坐家的人哦，是我唔是饲你啦。不要，唐立生，给老家菜会。是是。两百条啊啦，迄青菜三米多啦。该偌多就偌多啦。我跟你讲免，你是咧？收咧啦。好，两份青菜六十块，你计较？立生啊，讲到你这个人哦，个性安尼，若讲较好听。我做公私分明啦，啊，若讲较歹听，都歹斗阵啦。莫怪恁囝看你来立正站好，讲话阁皮皮喘。你家想看卖啦？你拄仔咧看闭关锁，因囝迄个眼神，看恁囝想怎无？我我知你要讲啥，算我讲话，我莫讲啊，吼。啊，来来来，四十块，收你。来，落去。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啊！陈小华，干嘛？你等他走的时候啊，顺便帮我倒这包垃圾，我不要被臭豆腐臭一个晚上。哦，现在几点？十点啊。还早吗？哪里早啊？明天还要早起去义检呢。不过就是什么义检而已，你干嘛这么认真？哎，
你拿过金简奖，我如果不认真，怎么可能可以赢过你呢？奇怪，真的很奇怪。干嘛奇怪？十几年来，我们比过那么多次了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认真。一定有问题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跟我讲？不会吧？这么准被我说中了。你有事不讲就很不够意思哦。那你不是很会猜，你就猜猜看啊。你很麻烦哎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了？好啊，那我给你一点提示。这件事情呢，跟你跟我都有关系，而且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又跟我的东华村有关系。李安利，你很烦哎。陈少华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之间的话题只有东华村吗？算了，不跟你讲，反正讲出来你也不一定会了解。林安利，你没化妆被我看到我都认了，你也不需要摆这个脸吧？好了好了，不管你的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我是你哥们，我自愿当你的垃圾桶，讲给我听。哎呀，你不靠这么近，嘴巴那么臭。还有啊，我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，又刚出完书，我没有什么人生挫折。不对，我眉头一皱，就发现事情并不单纯。你这个人，把自己的状态讲得越好，就代表你心里绝对有事。因为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长不大，只有小女孩才会说反话、干蠢事。你刚不是说了吗？说我已经不是一个20岁的小妹妹，出门要记得化妆。我告诉你。像我这种年纪的轻熟女，最不在意、最不需要掩饰，就是我的心事。真的吗？我的心事，我想讲说我会讲，我没有讲，你也不用了 ，OK？ OK， 随便你。好晚了，你妹一个人在家。糟糕，我忘记你从现在一个人在家，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灾难。你回去看一下啊。你在搞什么？干嘛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？我害怕。害怕？当米虫都不怕了，这世界上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不是有钥匙，干嘛不自己开？你把插销全部插起来了，有钥匙是进得来吗？谁知道啊，我们那里都是电动的，哪有这种手动的老古董。先救，不要住啊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，
我告诉你，我凶起来的时候眼神都是会杀人的，我跟你讲。干嘛？看到鬼啊？你是不是跟那李绮丽一样啊？你在讲什么？什么跟李绮丽一样？就假释犯啊，他说他刚假释出来。你们是在牢里认识的，对不对？你犯什么罪啊？该不会是杀人吧？陈玉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乱讲。我警告你，你要再敢说起你杀人犯，我是瞧不起他，我已经撕烂你这张嘴。我哪有瞧不起他？不说不说嘛。那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他为什么会杀人？你给我闭嘴，什么都不要再提了。你要是让我知道你再讲起绮丽杀人的事情，或者是让我知道你200万跑去问谁，我一定宰了你。干嘛那么凶啊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这种没脑的人计较。干嘛骂人啊？骂你刚好而已，因为你很欠骂。老爸都没这样骂我了，你凭什么？你不提老爸我还不生气，你提他我觉得你更欠骂。在我的地盘讨生活，你还敢这样大小声，这么嚣张啊？是你先大小声的。我对你大小声也是应该的。你这个没气势、没礼貌、没家教、没卫生、小气、爱钱、爱计较、吃米不知道米价的米虫，老爸没良心生下来的250妹妹，我骂你是看得起你。闭嘴，谁是你妹啊？要我叫你一声哥，一辈子别想。很好，我们总算有共识了。我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没打算认你这个妹妹。好，等老爸来了，我立刻就走。喂，还没啊，没睡。我不是跟你说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考虑吗？我知道，我不是故意让你等的。我当然知道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，你对我而言也非常重要啊。但是有，就是有些事情还没想清楚嘛。再给我点时间啦，几个小时都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明天一定给你答案，这样可不可以 ？OK， 好，拜拜。怎么样呢？
好，我就给上帝决定。如果是正面的话，我就告诉他；如果是反面的话，我就急需当乌龟。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对我说？我对陈玉兰会太凶吗？你们真的好麻烦。算了，随便。林安丽只是好朋友，陈玉兰只是老爸的私生女，麻不麻烦都关我屁事。山呀山，挂在天上，失眠的夜晚，安静的孤单，小星星有好多幻想，沉默的时间从不停下来，小星星跟着它转呀转。是吧，吃点东西啊，垫个底就好了。对了，昨天晚上跟监还顺利吧？空守了一夜，现在换小丽继续跟监。好，有消息啊随时通知我。爸，你要出门了？对啊，你今天不是休假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办？没事，我就是去看个老朋友。爸，我开车送你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用睡觉吗？你看你的脸色这么差，你现在不休息，晚上怎么有精神再去盯梢？记住，要有好的体力啊，才能做好事情。你不用管我，快去洗澡睡觉。爸，那你中午会回来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干嘛？我想约你跟妈吃个中饭，讨论事情。我上次有问过你，我午饭不行，那晚点吧。你几点回来？我来安排。今天不行，下次吧。你昨天不行，今天不行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行啊？没事请教妈，你总有公事要忙，好不容易今天休假了，结果你要见朋友。爸，到底什么朋友比妈还重要？还是在你心里，那个女人比任何人都重要。什么那个女人？这个女人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？对，我就是不懂。究竟妈、我还有妹妹，我们三个照理来说是世界上跟你最亲近的人，但是在你心里到底占多少分量？爸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那公家好听，我做公主。那公开拍一条都拍到底，我
莫怪恁囝看你来立正站好，讲话搁皮皮拖。你家想看卖啦。你拄仔咧看美观山因囝迄个眼神，看你囝。你累了，可以休息。不要想太多。你下次把时间约好，提前告诉我，我会安排。你起床正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不要闹了，我要去睡了，等我睡醒再说。拜托，现在才早上八点呢，你昨天晚上干嘛不睡啊？就昨天晚上偶像剧大结局嘛，看完都半夜了，也睡不着啊，就上上网啊。哦，对了，讲到这个，你家网络太慢了啦，还有电视的 Pocket 去换一下嘛。那么烂，装个数位电视盒啊，这样我又可以早点睡。我一毛钱都没跟你收哎，你居然还敢要求？你真的把这边当旅馆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以后看完电视随手关电视，还有灯也随手关灯，吃完东西也记得随手收一收。你知道电费涨了？如果你这么不敏感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下个月开始电费你付一半。我没钱。就来命一条。阿弥陀佛，幸好你不是我老爸，在我心里连陌生人都称不上。我要爸找工作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好，三姐，三姐，谁要操心你啊？我是怕被你吃垮，米虫。真的很倒霉啊！没事干嘛收留一只米虫啊？我到底做错什么？老爸如果不回来，那我不就要养这米虫一辈子？不行，这个真的，这一定是幻觉。恶灵退散，恶灵退散，恶灵退散。
如果那个米虫有那么怕我就好了。